Hello， 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 Live 生好康小草，再给你满满的好康。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手上有两个小工具呢？看得出来今天是要来做菜吧？应该看得出来。虽然可能我平常呢不是这么常做菜，看起来的样子也可能不是这么的会做菜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只要用对工具，其实像我这种新手也可以煮出一桌的好菜。就我们的 IH 的电子锅，这里第一个原因哈。第一个就是外观，再来就是呢，它本身呢是做比较小巧的外形，比较不会占我们厨房的空间。好，再来第三个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它的受热非常的均匀，而且是大火烹煮。IH 的电子锅呢，它就可以利用大火的方式把我们的米饭让它在里面滚动跳舞，而让米饭非常的 Q 弹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米放进去。好，来。那这个加水的过程，我就特别让大家看刻度了哦。连我这样的人都会煮米了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刻度，看一下上面的刻度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它压到标准。它有标准，主要有快速，然后糙米啊，还有粥啊，什锦饭也有哎，这真的很功能很齐全。好，我们把它按到标准，然后按煮饭，它就开始了。来，40分钟的时间。刚才提到的6人份，但是它体积是非常 OK， 小家庭也可以使用，而且呢，它是大火来去煮滚，让我们的米饭在里头跳舞，让我们的受热可以更加的均匀。这个价格再说一次，直播优惠价格，如果你错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599让你带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电磁炉，刚才是不是看到保温，然后还有煎煮，最后炒跟烧，还有最后最强的马力。所以我觉得它很棒的是，像我这种新手，我可能不知道这个温度我要煮什么东西，那我这种新手它上面就直接标记给我看，我觉得很棒。对，油先穿烫过，去个血水，让我们的汤可以更加的清。好的，我的鸡汤滚了。好，我来稍微搅，真的很快。我刚才抽奖还没有分享完，还没有跟他讲完，他已经滚滚的了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把火关小一些些，让它焖在里面哦。来，把火关小一点点。没错，一样又是 Panasonic 的。我们今天就是他们家的全系列，他们家的产品真的做得很好看呢。你看一下这个烤箱，是不是很有质感？它是做这种雾面的感觉，把手也是雾面，加上这个雾面银的感觉，是很好看的。我个人不爱亮银。好吧，我个人喜欢那种雾面质感的银色跟黑色，非常好看。然后它一样是用转控式的，我可以调整温度啦，上管及下管的温度，还有呢时间等等。然后一样，我们看到下面，我觉得很贴心的是，亲爱的各位，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。我不会煮菜，在学煮菜的人，我就是需要它。你看，它可以告诉我说，牛排我需要时间多久，温度多少。我今天如果要烤全鸡，我需要的温度，我需要的时间。好，包括呢，烤虾、烤地瓜、披萨、饼干、苹果派，还有海绵蛋糕，从咸到甜，从正餐到甜点，它上面基础的该告诉我的，通通都有。好，我们看好丰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把它涂一下烤肉酱，然后就可以放进去了。我们的预热也差不多了。来，各位喜欢重口味的话呢，香菇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来，各位119帮我专线准备好，我要放进去了。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把烤箱改起来，转到15分钟的位置。这边刚才看到的这些 Panasonic 国际牌的电子锅，我们的电烤箱还有电磁炉的售价，来给大家原价呢 ，IH 的电子锅要5990元，现在只要4790元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电烤箱，原价是3990，现在只要3190。如果你想要的是电磁炉，来告诉大家原价2490元，现在只要2280元，全部价格含运。库存的现货卖完之后，可能就会恢复原价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一下，看看我们这一桌的好菜。全部都是今天介绍的 Panasonic 厨房家具做出来的，所以呢，厨房的家电呢，你想要有质感、好看，又可以煮出一桌的好菜，
就一定要呢锁定我们 Life 选好康，也一定呢要选购我们推荐的这些厨房的用品啦。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礼拜会在中午的时间，一样是周三中午12点的时候有直播，一样会带给大家满满的优惠好康，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 Life 选好康，我们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